大家好，我是博鲁日，今天我们做焖面吃。拿点米粉，倒上盖子让它烧起来。我们先把面和做焖面，面要和的硬一点，和面也是一个体力活。大家猜我和了多少下？接下来我们把盆盖上醒面，我们先。把豆角切了，用火烧。做焖面，做饭肉多点就好吃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其实我不会做饭。豆角切好了，现在是切肉。切肉是我喜欢的一个环节，炒豆角。肉多点，吃起来就香。都是我们旁边羊肉，再来一点回的，这是羊尾。吃焖面油大一点，把大蒜切成，再切成块，把姜切成薄片。接下来我们炼油，羊油可比猪油香得多了。你先把肉放进去。哇，好香！你们在我在我准备吃什么？干肉。现在把调料放进去。我们放点干姜，再放一点花椒面。现在豆角放进去，把它翻炒一下。然后我们再加点盐。最后我们再加水，把我们的调料碗洗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锅盖倒上，面板清理一下，面熟了，我再把它揉一下。洗完面，现在好肉多了，我们开始擀面。好累呀，还好，然后我嘴里有肉，乏力无比。我们抓一点面粉，抹匀。我们从里往外，它就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薄。现在我们开始切面。我是不是切得太粗了？现在我们下面全部都放进去。现在把锅盖好，我们开始焖。这叫焖面。我们半小时差不多就能熟开了。我们的焖面焖好了，现在开始吃。哇，那油炸的焖面真好，一点也不咸。加口豆角，我放了我们的羊肉，大家来